好，我是第三神兄，五年八班的陈思涵。今仔日我甲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叫做《叶公好龙》。一早有一个叫做小吉个人，伊出来也有钱，已经想共别人选择说伊家己非常喜欢人，表面看起来真正是安尼个。伊穿个衫裤面顶装饰着人个花纹，就连衫裤个大面顶也是人。伊平常时个物件也是加刻人个图案。伊个房间有人话所在，之外也是画人。伊出来后面个花盒也是另一世界，水池内面是用上好的木刻开的人，桥是人的形状，栏杆也是人的形状，路啊也是人的形状，但拉面顶也是人的形状，但拉面顶装饰的也是人的图案，因为伊要出开支。请的是手工吃好的工人，坏人为人为了个假金高金的省省省，不敢老一平常时交别人讲的是多，伊讲的全部是关于人的话题。坏较老讲人故事的人，有时第一出来一天就是十天半个月，伊管食管穿，啊就从人钱。当别人讲着伊的时阵，就一句话：伊出来就敢那去一只狰狞呢。天顶的狰狞知影小鸡哥花见喜欢人，真正感动。有一个狰狞真正落个刀引出来。伊用头穿汤鸭嘞，探头嘞去，真白吧，拖得疼嘞。小毛头小鸡哥，冷冷静静的看伊个真嘞真面目。小鸡哥一看到真人，煞惊甲面乌嘴花，转了一走，真人更加莫名其妙。非常喜慕，其实小鸡哥并不是真的喜欢人，只不过是在现实顶的吹口面顶喜欢人里。这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多谢大家。